好，2019东森新人王迎接最后36强入围选手，不论是来自现场海选试唱会，或是从全美的网络海选当中脱颖而出，都将要挺进下一轮八月份一连三场的进阶赛。也因此，东森新闻特别推出了东森新人王每日一星特别报道，为观众朋友来预测未来的歌唱行星。你在哪里？歌声浑厚有爆发力的23岁女孩杜怡贝，别看她拿麦的气势万千，私底下的她其实是标准的害羞女孩。感谢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，在这里我想对你们说一声谢谢。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不过在发现拿了麦克风的自己竟是如此有自信，除了爱上舞台表演，还开始当起了专业外拍模特儿，根本就是一台电力超强的发电机。而且拍而优则导，更在课业之余当起专业的婚纱摄影，趴在地上只求最美角度。究竟反差萌妹杜怡贝会怎么萌翻2019东森新人王？让我们一起期待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许氏人生为每位选手加油打气，补足元气，唱出人气。